法啦，还有知觉啦。那有咧热吼，就表示讲会烫掉；那唔烫掉吼，表示讲伊唔知影当好热呢哦。所以你着知，人家咧叫看三宝的时，较无爱迄个寒人出来看。寒人出来看，迄查某囡仔吼，拢要冻到上尾手啊吼，才要烫掉安尼。啊，你热人吼，我拢第一手先换着烫上好去。主持的我怎会知先烫掉安尼？因为热的真的不舒服啊呢，你安尼满头大汗，规身躯拢流汗出来啊呢，你嘛足坚持的了，会记食吧，啊，拢记食拢流汗啊啦，啊但是你哪安尼足无个性安尼，迄我若伊啊，我讲啊，少年吼，年轻就是有本钱啦，年轻就是很任性啊，像我的时阵我就要来甲你聊啊，我就绝对不爱穿啊啦，啊你到即摆还在动啊呢，你是要动偌久？要弄多久？啊，要安尼哦。有人要看无？有人要看无？我叫我这个新女来，安尼好无？好不好？好。来这边，尖叫声在哪里？那啥店面的吼？来，同学在哪位？好嘞，等下吼，干脆叫徛啊这边坐就好啊。这边我卖坐安尼。哦，这边啊无麻烦，哥哥，你请移步过来这边。因为这边婆声较济啦，啊，等下哦，好加财，好加财安尼哇，啊，婆姨，你今仔日包包内底有钱无？摕了去啊！塞，哎呀，你无伫我面头前摕了，我看无着。我遵守。我等下再来安尼哦。你先去平花啊，我等你。当然不是服务的啦，服务内底小姐啦，这人家坐坐算面子问题吼，来安排。来看一下那的舞者，暹罗精彩的钢管舞。来，钢管舞来做表演啊！哦，给你创造这个，这个音乐啊，亲像开始要练功夫哦。Drama, don't